我控球位置确实是摆得蛮理想的。一垒之间的反弹球，二垒手接到之后快传一垒，刺杀了打者。我觉得不是很大部分是回传球，高国家对，这是高国兴的回传球，没有做好准备，杨家伟是挨了一下。这个画面好像狮队在本地稍早的比赛也曾经出现过。飞球直接打给郑军人，转身传给游击手踩垒包，再传向一垒 double play。任何碰撞哦，应该是这个高国庆这个球传回去的时候他没看到啊，这种状况常有，结果打到林祖杰，对，而且是 K 到头，是高国庆的球也太蠢了吧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倒霉的状况。